没有利用，现在有没有处理很好，但是纵向的我们再注意一下。而恰恰八月可发跟八月班最优秀的也是横向，最缺的就是纵向，就是你的点子永远不清楚的。除了音准之外了，我们音准不说了，就是纵向的或者精确。唢呐，你恰恰你们就是最典型的纵向的音。我是看了放旋律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一下纵向的，听好了听准了啊。OK， 尤其是你们旋律出来的时候，很容易偏向于慢。太过 enjoy 了。希望我会记得了，没有记得了，你们要给我啊。前面大小大小声，而且我们注册的商标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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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就注意者哈。一个没有，如果是没有什么经验，如果是很有责任但是没有经验指挥呢 ，basically 他会把那些副旋律做出来，做得很好，但是少了一点感性。一个指挥是很烂的话，连这些东西都没注意。所以有很多种指挥，这样指挥是什么都不管，大家能够凑起来已经很好了。我要催钱呢，不要当当当这样哭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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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个要不前面，我要催钱，侧后催钱，要催钱你哈，给那种向上感觉，积极的感觉啊，不然呢平平的感觉，这感觉很重要啊，感觉会为我们加分啊。
交国进来的时候也快了啊，偏快了啊，但是他们那拉不动，在里面偏快了啊，手拉还是有点偏慢的。